数万个零件，几十个附件，上百根管路，近万个螺钉，这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——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基本构成。它的总装工作由中国航发黎明李志强班负责。我从事航空发动机装配工作，现在已经38年了。现在来看呢，发动机非常清晰，都在脑里。脑袋就一副装配图。一台重达数吨的发动机，装配精度是几乎逼近极限的热力机械工作。培养一名合格的装配工，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，不断的打磨与沉淀，必要从严从细，才能保证这个产品质量。与中国芯相伴40年间，李志强成长为行业顶尖的装配师。数千架凌空飞翔的战鹰身上都有他亲手装配的发动机。更让他自豪的是，一支中国动力铁军已经成长起来。班组成员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军令，任务一旦下达是必须完成的。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武功秘籍，这里面的很多内容呢，是李师傅传给我师傅的，然后我师傅又传递给了我。我们希望把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只有人人都是李志强，才是名副其实的李志强班。我们的班主现在的执行力，用东北话说叫嗷嗷的。开始验收，合格，合格。习近平在回信中说，看到来信，我想起了10年前同大家在车间交流的情景。2013年8月30号，总书记跟我握手，总书记说了一句，你们的工作很重要，也很光荣。10年前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李志强班每个成员的心中，他们牢记嘱托，打造更强劲的中国心。未来我们会取得更多的成绩，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信任。